在参加恩情的活动之前，我是个家庭主妇，在家里缝制衣服和做家务，生活比较单调和枯燥。自从我参加了恩情的歌唱班，我不但学会了唱歌，生活也变得很充实和活跃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。除了歌唱班，我还参加恩情的义工表演组，当上了义工，到各个的敬老院和疗养院去探访和表演节目，学会了服务社区，回馈社会。自从我参加了恩情的活动和当上了义工，我觉得我的生活更有意义，尤其是当我看见疗养院里的乐龄快乐地和我们互动时，我特别有满足感，也提高了我晚年的生活和乐趣，更有自信。